你娶我回来，不会就是让我给你和你儿子当24小时老妈子吧？我当初真的就不愿意参加你这个画展什么的，我不去呢，你说我不给你面子；我去呢，你不给我面子。你就那么爱在媒体面前出风头啊？哎呀，我不是想出什么风头，我是说位置问题。我在你心目当中是个什么位置？你也主持 VIP 啊？还 VIP， 我还 PVI 呢，还 VIP， 连人家彭凯旋都能够带着人逛来逛去的，我呢，就只配给人家发个小广告。人家楼盘出了赞助了，我那也是商务应酬啊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跟你聊这个了。哎，行了，你这孩子也生完了，那谈谈咱俩真生孩子的事儿吧。这画展刚开，哪怕是到闭幕的时候你再跟我提这个问题呀，太迫不及待了。好，我不跟你说行吧，我等着你跟我说我再跟你说。哎，一个人在最愉快的时候，最兴奋的时候，总是让你疙疙瘩瘩的。怎么就疙疙瘩瘩的了？生个孩子又不是什么坏事，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怎么就疙疙瘩瘩的了？总像一种奢望似的，真是。你开灯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儿子怎么睡这儿来了？不睡自己床上？我一天都没有见到儿子了，晚上我要陪着他。我也需要有人陪呀，老婆啊。跟儿子争风吃醋，你好意思吗？老婆，你不能有了孩子就取代了我的位置，谁让你上班的呀？你别说这些，我不爱听的。行行行，一起睡一起睡啊。儿子儿子，你妈妈现在不要咱俩了，咱俩是同命相连，怎么办呢？赶紧睡吧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没事的。啊，来来来。哦，哎呦，宝宝宝宝，乖乖的啊，哎呦，乖乖乖。哎，那个奶我已经挤好，放在冰箱里了，晚上你把孩子喂了就行了，在这儿。还有啊，不用准备我们的晚饭了。行行行，注意煤气，一定要关好。我知道。强强，强强，拜拜，来跟妈妈说拜拜。拜拜。哟，侯姐，啊，哎呀，你们上班呢？啊，星期天那么整齐啊。那个什么，刚才进你们家门的那个是你妈妈还是你婆婆啊？啊，是我新找的保姆。保姆？这不我们俩找了一个保姆吗？我们两家的老人啊，身体都不好。哎呦，这你可得长点心眼儿，现在这好保姆可不好找啊。嗯，我看宋妈还行，人老实，孙子也都带了好几个了，强强也愿意跟他。哎，你看还是人家侯姐说的对啊，啊，带孩子不如亲妈带。哎，这话算是说对了，这孩子啊，谁带像谁。你要想让儿子长得像你这么漂亮，你就得自己带。听见了吗？
我想想吧，下次再聊吧，再见。啊，行。哎，再见。哎，走吧。啊。坐坐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让你坐你就坐嘛，别那么客气。您说完了事儿，我还得赶紧干活去呢。今天的谈话时间可能需要长一点，来，坐坐坐。首先，祝贺你的个人画展如期举办呢。谢谢。没想到我们社里面卧虎藏龙啊。这没什么，办个人画展的多了。哎呦，好几家报纸都登出来了，动静不小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呀？嘿嘿，想不到我们这还养了个大画家。养？您最好换个字儿，咱们杂志社的工作我可一点没耽误过。我们倒没什么，只是呢，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应都少不了，下面的反应倒无所谓，可上面的反应……都说什么了？我就没必要跟你传达了。那您找我来的意思是？我们对于人才的观点呢，首先要热爱、投入、痴情，然后才是业务的工作表现。他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呢，首先要认为他得到一个机会，而不是得到了一个饭碗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干完了社里的事，待着可以，但干别的不行？嘿嘿嘿，我的意思只有一句话，把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献给杂志社。我献了？你只贡献部分了，献了你怎么还有精力搞画展，画了那么多画呢？我总得有业余时间吧，我总得有剩余精力吧。嘿嘿嘿，你使用的绘画用品全部是杂志社供应的吧？还真不是，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哎，看来我们这林子都不够大呀，可能都装不下你喽。老婆，下班了。嗯。哎，噔噔噔噔，喜欢吗？谢谢啊。没了。不是，我辛辛苦苦给你买的花，就这反应啊？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说出来能把你鼻子给气歪了。谁呀？我们总编啊。总编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一个杂志社出了一个有影响的画家，这不是件好事吗？啊？刘欢满世界巡演，他所在的学校把他当宝贝一样，报考的学生越来越多，他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的品牌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戴娜办画展，你们怎么就觉得引以为耻了呢？他是在给杂志社做广告，你们不这么认为吗？你口气能不能
平和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可能？好，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。那个写了一系列公安爱情的小说家，人家还是一个大饭店的老总呢。那个饭店的入住率因为他的名气越来越多，可是上级也没有认为他不务正业啊。再说了，人家创作的作品全是在他工作以后闲暇的时候创作出来的。你举这两个例子都是在他们职业以外所从事的另一个职业，这没有关系。你白天做铁匠，晚上做木匠，没人管你。这个问题是你不能白天在这里做木匠，晚上回家又拿着这里的木头打家具。他画画用的颜料全是他自己买的，是我给他买的。我讲的是资源，我再进一步讲清楚一点，是我们培养了他，我们给他那么多机会，让他整天浸润在美术当中。他不是没地方去，我也不是来求你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种理念，人才是资源，他所给你们带来的远比你给他付出的要多得多。我倒杯水给你啊。不用。到底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人。你来这儿干什么了？过来办点事儿啊。你上这来办什么事儿啊？你甭管了，在我那坐会儿。不坐了，我健身房还有事儿呢，先走了啊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什么？哎哦，宋妈，我们走了，有什么事情给我们打电话吧。好。强强跟爸爸妈妈说拜拜。那个来，强强说拜拜。行了。哦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强强，好，拜拜。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你刚才干嘛拦着我呀？你看你那点心眼儿，你又没找到人家的真凭实据，没准人闹着玩呢。在我儿子床上出现了凶器，这还是闹着玩吗？你别管了，反正我得弄清楚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上午已经请假了。
强强，来，抱抱抱抱，哎呦，哎呦，强强，哎，宋姐宋姐啊，这个活抓紧干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快点啊！行行行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对。哦，强强，他走啊。怎么？哎呦，哎呦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绣一点花，补贴下家用。我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你看，那你说，我该不该吵了他？彭凯旋居然说我是小题大做。人家就是赚点外快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他的几个孙子啊，全都是这么带大的，孩子不能太娇贵，跟我说不能怎样怎样。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可不能像他这么养。行了行了啊，你呀现在就是一只斗鸡，谁敢动你的蛋你就咬谁。那可是你干儿子，再加上他那一口标准的陕西话，我真怕我儿子以后一张嘴就成出土文物。哎，我这不也是心疼你吗？保姆走了，你该怎么办啊？接着找呗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里的学问这么多。年纪大的有经验的就会偷懒，年轻的吧又觉得不牢靠。万一再碰上一个像小琴那样的鬼灵精，我还不腹背受敌啊？想得够多的呀。行了行了，你自己在这好好想想吧，总没找我呢。来来来，坐坐。我们这次谈话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，所以呢，你坐好。啊，又长啊！自从上次跟你谈话，我们下了研究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妥。哪方面不妥？是对于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问题。我们认为，不管在哪里都是红的吗？我们都该为他骄傲，还要重新认识他的价值。委以重任，眼光应该放远点。谢谢啊。你先别急着道谢啊，跟着呢有个重要任务，舍利决定要交给你负责。哦，交给我来办？嗯，您不是说装不下我吗？我正打算飞到别的林子里待着呢。嘿嘿嘿，开玩笑开玩笑的，有你在我这个森林呢、啊、这个森林才能够郁郁葱葱，增光添彩啊。哎呦，您过奖了，我这个小角色啊。算了，我也不跟您逗闷子了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下半年呢全国期刊展览就要开始了啊，我们要在展览中心设一个展台。这次我们不光是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布置，我们还要把它搞成一个现代艺术展。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搞它几个现代艺术放在展台上。行为艺术行吗？行为艺术可能咱们场地不够，
搞现代艺术嘛，已经是很大胆的设想了啊！要拼命的把参观者吸引到我们的展台里头啊！至于经费嘛，你先做个预算啊，不要有什么顾虑啊！使用的材料也可以异想天开，别出心裁，只要能买到的，你都可以买。真的？我说这些话都是认真负责的。行，那我现在回去准备。啊，你早做准备吧。哎，你丈夫的口才真的好棒。啊，我老公，您怎么知道？他没跟你讲吗？讲什么？哎，回家问他就好了。白天我和我老公上班，强强就交给你了。奶我会准备好放在冰箱里，晚上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。我知道了，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那其他的比如洗衣煮饭打扫房间就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了。那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了。我走了，我又要迟到了。就这样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强强，拜拜。妈妈要走了。对不起。今天讨论的议题赶紧发给大家。是啊，让我看看，我看一下。就是它的超前性是吧？这个呢一定要精致粗野，还要简约啊，一定要给人感觉幸福，要让女人们都向往得到它，您说是吗？嘿嘿，这个意见不错，把它记下来。学长，学长，关于下次稿子呢，我看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继续啊。我觉得它这是一个时尚的品牌啊，既然是时尚品牌，我们就要突出它的超前性，要跟以往的东西不一样，是吧？喂，你说什么？强强发烧了？怎么搞的呀？你先带强强去儿童医院，我也赶过去。什么？车费我给你报。哎呦，春晓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重要的会议你怎么？苏主编，您的批评我全部都接受，检讨书我以后补给你，但是现在我有急事要马上出去一下。我今天请假。哎，那个我跟你说，春晓，春晓，他什么事儿那么急出去？春晓还没到补时间呢。怎么了？去哪儿？你这是我的救星，去儿童医院。已经转成急性肺炎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到楼下办手续，先交押金。不住院不行吗？家里条件不适合治疗和观察。你在这照顾孩子，我去办住院手续。好，给我办。早就知道有这么多人，给你排着呢。谢谢。我去帮你看着强强，别着急哈。你身份证吗？那边。
往右走。嗯，喂，凯旋。什么？肺炎？我说你们这俩大活人怎么看待孩子呀？啊？早晨我出门的时候，孩子还好好的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管。如果我孩子有一点问题，我拿你们俩试问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是我的错吗？算了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我正办住院手续呢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楼马上就要封顶了，我真过不去。什么？你来不了？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啊？生的时候来不了，生病了还是来不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那都是我的错，咱别翻旧账了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过不去，你好好照应他，我去也没用啊。你那不是有医生吗？好吧，就这么着啊。蒋江的爸爸呢？别跟我提他，行吗？嗯，我就给孩子买点吃的吧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你回去吧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我更没事儿，等孩他爸来了我就走，你一个人太辛苦了。闹了半天，那天我碰到你，是你找我们领导谈话去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我跟你说这事儿干嘛？哎，粘人有粘主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叫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啊？这不以前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吗？啊，我们领导都夸你了，真不容易。那你呢？我。啊，我不一直在夸你吗？是吗？那个，先把这药吃了吧。啊，哎呀，不用你动，我喂你啊。妈，哎，来来来，再来一口。好嘞，来，钻被窝吧。小宝贝儿，睡吧啊，宝贝宝贝，我亲爱的宝贝。阿姨呢？去吃饭了。现在还不能让家长进去探视。你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在家好好的，说住院就住院了？你这妈怎么当的呀？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得的病啊？再说了，你呢？你是怎么当爸爸的？孩子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你亲生的呢。行行行行行，你别跟我废话。我那是为了你，为了强强，我要挣钱养这个家，我得为这工作。那也不能成为你不来的理由。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就问你，强强怎么就住院了啊？你说。孩子病了，你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吗？你简直……别吵了，影响其他患者休息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对不起，我话说的
有点重啊。你回去吧，今天晚上我在这守着。这样吧，我在这盯着，你先回去，啊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打电话给你。我不能让强强一个人在这，要走你走。宝贝儿，还没起呢。老婆，哎，干嘛呢你？今天不是说要搞布画设计吗？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快起来。哎呀，我怎么好像睡不醒似的？气候问题吧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给我吃的药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我给你的药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我怎么觉得是安眠药呢？哼，我给你安眠药干嘛？你平时睡那么好是吧？吃那玩意儿干嘛？不对，今天星期几？什么星期几啊？药肯定没事儿。你看，你这不吃在嘴里了吗？你看你这样还说没问题，给我。我给你吃个试试啊！我吃个试试，肯定没问题。给我！哎呀，别数了。要是我给你换的，就是安眠药。以后记着，我还给你换。什么意思啊，刘栋？这避孕药招着你是怎么着了？你何处看他不顺眼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有第三次，你信不信我把它磨碎了灌你嘴里？灌灌！我看你就是不想要孩子。那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。我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太悲哀了。啊？谁悲哀啊？我们俩。夫妻间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，不可以沟通，非要用这种方式？哎呦，我也说不过你，我能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也没资格说你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你上午休息了吧？我下午盯着。我睡不着。那杂志社这边呢？请假了。这就对了。说句心里话，这强强呢现在还小，必须得亲妈带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你把工作给辞了，啊。以后专心带强强。那我不成了家庭主妇了吗？我不干。家庭主妇怎么了？有多少人想当家庭主妇还当不了呢？你是把孩子给别人带，这一是带不好，也是有前车之鉴。这二呢，这以后万一这孩子长大了跟你不亲怎么办？为了生孩子我已经没有了专栏，现在干脆让我辞职，你真的那么狠心吗？那难道你让别人带孩子你就不狠心了？哎，你不是也曾经说过吗？你现在不喜欢那种工作，又发挥不出你的能力，那你就更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说培养一个优秀的儿子。反正我也说不过你，我就是想不通。行，那你好好想想吧。
喂，没事了。你可真行啊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打个电话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没事就好啊。你们没看见彭凯旋昨天那个样子，好像儿子就该我一个人养似的。他那也是着急呀。可是这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，凭什么现在要我一个人做出牺牲？这就是男人的劣根性。不过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呀。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我一向是帮理不帮亲的。咱就说理啊，你要是一旦真的成了全职主妇，那你后半生就只剩柴米油盐了，下半辈子写死三个字，黄脸婆。要是彭凯旋真的有什么了，你儿子又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还剩什么？你别吓唬我了。梅梅说的没错，那也不是绝对的呀。有这可能啊，你现在退一小步，未来就是落后好几大步，何况这一步也不小。得了得了，咱俩别在这添乱了。不过春晓，千万别因为赌气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啊。哎，这粥把它熬好了，一会儿赶紧给他送过去。小孩啊，肠胃不好，多喝点粥有好处，知道吧？谢谢你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你儿子就是我儿子。哈，对。啊，这什么？啊什么呀？虽然这孩子是你跟春晓生的，但是我跟戴娜也没少疼他呀。话说回来了，你怎么打算的呀？可别再雇保姆了啊。还敢雇啊？哎呀，我现在天天让春晓啊赶紧辞职，可是他死活就是不同意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你说现在人家好多女孩子，人家都不是以事业为主的，都愿意在家里当个全职主妇，可他怎么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呢？行了，你看你有什么话呀，你跟他慢慢说，知道吗？毕竟他是孩子亲妈啊。再说了，你老说的不好，我看你也不是吃素的。哎，对了，戴娜要是肯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天天给他带孩子。我哎，你不是说我儿子就是你儿子吗？切回去好好保养啊，想我们了就来看我们啊，拜拜。看来是颇为愉快的告别啊。是我哭豺狼笑，苏老太太一听说我要走啊，就差放鞭炮了。我才知道自己人缘这么差。你理他呀，他要是真喜欢你，那才叫人缘差呢。不管怎么着，恭喜你呗，终于可以过上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的资本家生活了。你喜欢，那咱们俩换换房再是换车啊。想的还挺美。好了，别想了。来，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，啊，特别谢谢你们，来替我把春晓给说服了。我可不敢邀功啊，那可是他自己想明白的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问题总算解决了，以后我干儿子呀，可算是有福喽。啊，我怎么觉得被你们三个合伙给卖了呢？没事儿，我又没卖给外人。我后悔了。
有时候换一个思维角度想一想，最起码你从此以后不用再那么早去上班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可不是吗？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们也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行了，别抬杠了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家庭主妇也能撑起一片天嘛。就是就是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想哭了。哎，你别听他说。哎，这样，我给你们变一个魔术啊，来看，没有吧？还会变魔术？哎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哎，好老婆证，余春晓同志，为了表彰你十全十美的奉献精神，颁发此证。好，干，来吧来吧，干一杯，来来来来。身边的你慢慢变老，我们爱一辈子好不好？哎呦，强强，来，妈妈抱啊！强强，站住！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强强乖啊。强强，强强，强强，啊啊啊啊啊！来，哎呦，不哭了。今天还好吧？好。
你没看今天聪聪可开心了。那一会儿我送你回家。你送我？你怎么送我？我今天开新车。新车？你的？什么时候买的车呀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考本了？我早就有驾照了。我真的真没看出来。那行，等我收拾完了再检查检查啊。你先进去吧。行，那我等你啊。嗯。我的车是不是特没有安全感？这问题问得挺奇怪的。怎么了？不可以这么问啊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没想到你开车开得这么好。那个完全没想到，特别稳。白姐，怎么了？这什么地儿啊？啊！我们说会儿话吧。这白天都说那么多了，晚上有什么说的呀？白天说的是白天的话，现在说的是现在的话。那好啊，那就说说吧。我觉得你最近有什么事情看起来闷闷不乐的。哎呀，我这人就这样。有什么喜怒哀乐，全挂在脸上。其实女人的直觉最敏感，觉得你心里面肯定有事情，说出来，或许我能帮你。哎呀，要说事儿啊，也不算什么事儿。可我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我好几次跟他提过想要孩子，可他就是不要。他说过原因吗？事业，他总是跟我说事业。你看啊，他现在个人画展也开了，可他就是不提这茬儿。他是不是属于那种一辈子都不想生，嫌麻烦啊？不能吧，结婚的时候我们怀过一次，可后来没保住，所以我想，如果以后真有孩子的话，我就给他起名叫刘柱。还是他生了什么病，所以不能要孩子啊？那就更不可能了。他要真有什么病的话，肯定会跟我说的。你真的那么喜欢小孩？哎，既然是这样，他是一个那么有文化的人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就这件事情好好沟通呢？谁知道呢？会不会是价值观的问题？哎呦，谢谢你。女人结婚生孩子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这跟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啊？再说了，如果她真要这样的话，你又不能不随着她。女人在这件事情上想的可是比男人多，生育它毕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如果生下的宝宝就算有那么一点点不健康，对后半生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啊？我说的是女人，女人在这件事情上要想的比男人多很多。那我能不能把它理解为你在替我老婆说话？我只是感慨，一个女人对生育这件事情都是追求完美的，尤其在怀胎十月的过程，她总是在想，将来我生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模样的。其实我想你完全可以再找一个，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孩。这我还不清楚啊，你说这干嘛？不是你要跟我聊天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这个时候他肯定就回来了，咱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的。
老婆，我回来啦。我怎么了？这是家里进贼了？哎呦，儿子儿子儿子，来来来来来，抱抱抱抱抱。哎呦，乖乖，不哭了不哭了。妈妈欺负你了？这妈怎么当的呀？哎呀，哦哦哦，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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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咱俩看电视好不好？哎，跟爸爸回屋玩去啊，走，回屋喽。好什么好？说全车太太这好那好，全都是骗人的。我这一天到现在，脸都还没洗呢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我老婆这脸怎么样？哎，没有啊，挺好的。去你的！哎呦，我的女皇陛下，也就你这样隔三差五的，你就闹着下岗？这都是你想出来的主意啊！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吗？哎，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啊！你这怎么说话的啊？那不是我的是谁的？难道是隔壁老王的？哎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主外，你主内。我不管了，我快累死了！你把这些全都收拾了。哎，老婆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自己一会儿慢慢的收拾不就好了吗？啊？啊，这真不行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天上班太累了，我洗个澡睡觉了啊。哎呀，老婆，我睡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啊？换衣服干嘛呀？跟我一块去我的工作室啊。去你工作室干嘛呀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该不会是让我给你搭把手吧？你能搭什么手啊？哎呀，走吧，我还没擦完呢。你快点走吧。不行，我没干完活难受。走。哎，走吧。干嘛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噔噔噔噔。什么呀？这是。让你来啊，就是帮我看看我的三件新作品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要问这句话。那我问什么呀？根本就不要问，自己去感受。有没有感受到？没有，没感觉到什么。就一点都没有感觉吗？我感觉到了困惑。困惑也是一种感受啊。我是说，你给我看这三件作品，我感觉到了困惑。你困惑什么？我困惑，实在感觉不到什么。哎，怎么了？下午领导就要来审查了，专家就要来提意见。我把我的老公请过来看一眼，作为我的第一个观众，你看好看坏，你倒鼓励我一句。哎，别说话。我感觉到了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什么。哎，你看这作品，啊。你得加点点缀，一个无头的人。他们曾经是好朋友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现在完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没什么怎么办的。又怎么了你？
什么怎么了？没什么怎么了。那你说我在这干什么嘛？你说你连个东西都看不明白，你还有什么用啊？动感单车，现代女性群众非常喜欢的一类有氧运动，所以我建议呢，我们多看看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特色特长，比如说我们在教学方面一定要有活力，这点小五啊、小杰你们比我厉害。还有呢，就是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娜娜。怎么着也得8:30了吧？怎么突然间想起请我吃饭来了？我觉得你上午从我这走的时候有点不大高兴啊。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我别多想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我上课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拜拜。这个动感单车呢，我教练怎么不说话？确实，我说到哪儿了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来那个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好消息呢。你的阴谋彻底破产了。你也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请我吃饭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那为什么呀？今天又不是结婚纪念日，又不是你生日。别猜了，什么都不是。我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就算没有什么大日子，偶尔也可以浪漫一次嘛。哎，你说的我这个惭愧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又发奖金啦？小看人呢你，没发奖金我就不能请你吃饭了。哎，嗯，和我在一起没有腻吧？没有。怎么回答那么牵强啊，一点都不爽快。我要是说的太过于从容的话，你又会觉得我不够诚恳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看嘴型。没，我就那么矫情啊。我喜欢。真的没有厌烦过。唉，都说结婚后维系的不再是爱情，而是亲情。婚姻的意义就是在于两个人共同面对平淡和乏味，还有相互包容。我倒有个好主意，要多添个孩子的话。哎，我一猜你就好。不说了不说了，不谈了，再不谈了好吗？嗯，来，将我们的婚姻进行到底，进行到底。哎呦，你慢点儿。喂。啊，梅梅，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呢。我只有上午有时间才能出来买东西，家里的东西都用光了。得了吧，这还不是你自己找的啊！我跟你说正事啊，我一朋友开了个饭馆，周六晚上一起去捧个场，我请客。周六，我上午要去听育婴讲座，下午强强要打预防针，晚上还要做晚饭呢。你行不行啊？全职主妇又不是24小时无休，饭让你们家彭凯旋自己吃去啊，我不管。周六晚上我去接你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哦，等一下啊。今天这都不算什么。嗯，我有一次去买菜啊，给完钱我就走了，菜都忘拿了。哎呀，幸好卖菜大姐人好，追着把菜给我送过来了。所以我说女人生完孩子会变笨的，你还不信？那你来试试。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还晚。哎呀，
简直比上班还要累啊。其实呢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最重要的是合理安排好时间。你看你以前给苏老太太做助理的时候那么忙，不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吗？说的也是，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事情那么多，我现在是怎么了啊？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觉得一团乱麻等着。所以说呢，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一种工作，最重要的科学的安排好时间。老婆，我回来喽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在写什么呢？大功告成。啊，你来看看，这是我做的。哼，这是什么？计划表啊，每天24小时，除了睡觉、吃饭、休息，剩下的时间都做了计划。这样每个时间段做什么就清晰明了了。哇，你这全职主妇当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啊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又不上班。不能因为没有人管就放松要求，而且全职太太也是一项事业。好，那你就全情投入你的事业。啊，当然了。啊，对了，周六你在家吧，梅梅约我吃饭。不是，我刚说完全情投入怎么就约人吃饭啊？可是我都答应梅梅了。不是，你答应了你就得给她推了。嗯，哎呀老婆啊。喂，哎，早上6点我要起床，然后跟我所有的小花小草打打招呼，看看他们的长势如何，然后。强强哭了，你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可能是尿了，你去看看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他肯定在叫妈妈呢。啊，快去吧，啊，宝贝儿。你哪只耳朵听见他叫妈妈了？娜娜，哎呦，别照了，够好看了，快吃饭吧。你懂什么？今天可是我作品见人的大日子。哎，听说主编请了20多家媒体呢，我可不能丢人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不穿衣服都比他们好看。嘿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，不不不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要是再在这儿照镜子，时间就没有了，到时候你穿什么都没人看你了。哎，老婆，这个。太腻了，我不吃。哎，那什么，我今天还得上班，就不陪你去看画展了啊。再说了，大作我已经欣赏过了。他
踏踏实实上你的班吧，压根就没算你的份儿。呀，这么漂亮一妞站门口，我得回去把我老公拴好了。你别逗我了，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我最近都因为强强冷落你了，我想陪你一起去。我又不是去上刑场。没关系，我也只能去一会儿，对不起。主编，我已经出门了，马上就到。什么？可是今天开展，我的作品资料我带着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偷着乐吧，不用陪我去会展中心了，我都不想去。你怎么了？今天拍下期的大片，影棚那边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去看一下。怎么赶到一块儿？你是主创人，你不去怎么办？凉拌呗。帮我把这个送到杂志社，这是我作品的创作阐述，我可不能让那些人顺嘴胡说。可是我不去绝交了，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，不耽误你看你想想，我得走了。哎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薛小姐，哎，春生小姐早。哎，这个东西还是得先问。哎，这不小鱼同志吗？哎呦，哎呀，小鱼同志啊！哎呦，苏主编，是啊，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常回来看看呢？我最近太忙了，因为戴娜她……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戴娜她让我转交给您的。啊，好好好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哎呦，胖了点了。这女人呐，还是得丰满一点好，是吧？对，我还行吧。哟，你这么着出来行吗？孩子呢？啊，在睡觉呢，邻居帮忙看一下，我这就得回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全职太太可不好当啊，这次尝到滋味了吧？哦，对了。下期呀，我们杂志呢想做一个全职太太的专题，改天我让小小给你进行一个采访吧。我吗？我能行吗？该不会是对我有意见吧？啊，哪能啊？那行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小小啊，小小，哎呀，你看这孩子，一工作起来就跟拼命三郎似的。行，回头我跟他说啊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我让他采访你去，说定了啊。啊，那好吧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小，看他一眼。对，就这张，这张这一条下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庆功宴有饭局呢，我也没准备你饭，我自己在这吃方便面呢。庆功宴请他们的，我都快累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花了来回6个小时的车程，去解决了一件只需要2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。这破掉的交通已然这样了，咱是不是应该回火星了？哎，要回你回啊，我可不去那破地方，怪考人的。你这样啊，我给你做点好吃的，你等会儿。哎，老公不用了。那得煎个荷包蛋啊，别吃那个不好对胃。台上这次展出的三件艺术品让人眼前一亮，请问是谁提出的概念？这是我们杂志社全体同仁智慧的结晶，大家全力以赴才完成了这3个作品。
如果非要问他的作者是谁，那我只能说是南仁尚。总编谦虚了，其实啊，最开始这个点子就是我们总编出的。是啊，既然是要展现我们杂志的特色，那当然是要用充满现代感和时尚性的作品。那咱们以后还会举办类似的活动吗？会，肯定会，要一直举办下去。相识，一起从梦中醒来，你是我的真爱，我真诚的期待今生不分开，只想用我的疼妈妈来啦，强强，乖哦，给我。春光心海，相爱到永远。我们爱你每次到不好，做彼此最真实的一面。哦，宝宝，来，妈妈抱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顺便买点退烧药和退烧贴，孩子发烧了，还有再买点盐啊。哎呀，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啊。哎呀，这不跟刘总打球呢吗？啊，你自己在家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正陪着那个刘总，我正在陪着他打球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，那这么着不说了。强强，来妈妈抱啊！哎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乖，妈妈抱啊！哎，乖孩子。侯姐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孩子有点发烧，一直在哭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呦呦呦呦，真的发烧了！你家里面有没有退烧药啊？啊？家里有事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有春晓在，那有什么事儿？啊、哦，刘总说一会儿打完球一起吃饭。啊，凯旋，来了来了，哎哎，来，哎来来来，刘总。好了，没什么大事儿了，放心吧啊！谢谢侯姐。嘘，来。哎，第一次当妈都这样，经验多了就好了。哎，你看你呀、啊，也不容易呀 啊！就我以前看见你的时候，我每次见你都漂漂亮亮的，你看你现在也都成这样了。我哪还有时间捯饬啊？哎，一个小的就够呛了，大的那个一天到晚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跟你说啊，男人可不能惯着他。你说就以前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吧，我们家那口子、啊、你看抱都不抱一下，好像这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的事儿啊。他在外面养家挣钱啊，女的就在家里死心塌地累死累活伺候他，就为这事儿我常跟他吵架。后来我再生老二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伺候月子比月嫂伺候的都好。
这男人啊也得调教啊，就像调教儿子一样。那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哎呦，我得回去做饭了，那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，再见再见，慢走啊，有空来玩啊。我爱是我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现在你马上给我回家，要不然我就带着儿子回娘家。喂喂喂，我赢你了。刘总说我们赢了他，让你请客吃饭。啊，我这刘总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。就这样吧。啊啊，这当了爹就是不一样啊。啊，走吧走吧，我可不敢耽误你做模范老爸。多谢刘总，那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大餐啊，再见。真走了？哎哎，真走真走啊，你们玩你们玩啊，你们玩。老婆。哎哎，什么事啊这么急？强强有点发烧，已经吃过药了，一会儿醒了，你把微波炉里的米糊喂点给他，不过不能吃太多啊啊！药在这里，6个小时之后再吃。还有这些，是我做给他吃的。我走了。哦哦，哎哎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约了梅梅吃饭啊。不是，说好了不去的吗？说好了也不能反悔啊。你怎么，你今天？又是我不对了，我已经快半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没有逛过街，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了，更别说和朋友见面吃饭看电影。我秋莎做梦的时候都给你做饭，你娶我回来不会就是让我给你和你儿子当24小时老妈子吧？强强你也有份儿，他姓彭不姓于，他也是你儿子啊。今天你就尽老爸的义务吧，我出去享受人生了。哟，你不是说不来了吗？你好。我把强强扔给彭凯旋了。吵架了？没有，这叫驯夫。够硬气啊。刚学会的，还不知道灵不灵呢。行了行了，好不容易吃个饭，别老提你家那点事儿。那你让他说什么呀？他除了他那100多平米的房，一大一小两男人，还能有什么？你到现在还反对我辞职啊？我反对有什么用？我就想告诉你，就算你做了全职太太，也别把自己困在那1亩3分地里，外面的花花世界还是很精彩的。彭凯旋要是听见你这话，还以为你教唆我红杏出墙。这还没到三句话呢吧。来干。要不我给你加个杯子。哎呦小祖宗哦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不哭了不哭了啊。哎，小祖宗，哎，来来，哎，来来，让我吃口面条啊！我吃一口啊！啊，我吃。你让我吃一口，你看，哎，好好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呦，你来一口，你来一口。哎，咱不吃，咱不吃啊！哎，来呀，祖宗一坐这儿啊，小祖宗，哎，不哭了啊！哎哎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你们那个主编脸皮可真厚，你怎么不当众揭穿他呀？犯不着。我倒也不是生气，就是有点失望。我原来为这种人卖了这么多年的命。他那是怕你功高盖主，怕你抢了他风头，要让牛拉车还不给牛吃草，什么东西。春晓你说是吧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们说强强他吃药了没有？
余春晓，还是不行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再聚。哎呦，哎，这算不算是甜蜜的负担啊？来来，干！哎呦，小祖宗，小祖宗！哎呦，小祖宗！哎呦呦，好好好好好！哎，咱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啊！哎哎，这行吗？这行吗？哎，好好好！哎呦，哎呦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姑奶奶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们家小兔崽子多难弄啊！哎，他是小兔崽子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老兔。孩子是尿了才哭的。哎呦！啊，尿了！哎呦！哎呀，终于可以吃我的饭了。哎呀，终于吃饭喽！什么菜啊？这是糊了吧唧的，连盐都没有。谁让你不买盐回来的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带个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，以后别总说我闲着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原来你就是为了给我上上课呀。给，楼下给你打包的，吃吧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乖宝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老婆辛苦了。你知道就好。老婆，等以后强强长大了，我就让他好好的孝敬你啊。我可等不了那么久。我看你以后啊，还是多点时间在家才可以。我尽力，我尽力啊。要尽全力。哎，那当然了。老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向毛主席保证。做全职太太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很符合女人的节奏。那是生理节奏还是心理节奏啊？都符合。我觉得女人天生比男人一般要多睡两个小时。现在报纸上说，凡是睡眠在8小时以上的都短命。事实上，女人都比男人活得长，只要是质量高，就算是没有白活。你觉得你生活质量高吗？既不需要为生存奔波，也没有任何压力，更不必和任何人竞争什么。你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没有刺激感吗？不是有句话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？成就感呢？你以前也是事业女性。